Hello， 大家好，我是 Summer， 来今天跟小朋友们玩我们的121哦。因为我更新过后的话，他得到了一个那个，碳化氮，对不对？之前像是没有的嘛 ，Summer 这边的话是没有记录到这台121。来今天的话来玩看看，重生一般，来我们玩重生好了，为什么 ？OK 哦，碳化氮配上重生模式的话，我们的碳化氮能不能打得更痛哦？来 Summer 这边的话来实验看看，反正一般的战斗的话我觉得它肯定是很 OK 的了。 OK 哦，娱乐模式这边的话能不能再更上一层楼哦？第一场的话小九大十几方，有人练车 S8 四运 ST1P30。 OK， 哎呦天哪，有小伙伴耶，嗨，哇哦，我天哪，玩什么坦克，导弹谢里登吗？哎呦我天哪， Summer 怕导弹谢里登，我的小伙伴这边的话我喊支援，对，我要支援。 OK， 那导弹谢里登什么技能啊？ Summer 的是龙卷风啊，龙卷风的话是倒退吗？应该是哦。 OK， Summer 这边的话应该是龙卷风，有一台小伙伴这边的话跟着我过来了，然后我要小心4202从 ST1 这边的话吃炮了。来我们来打他们的那个4202，来开，哎呦我天，哎呦我天，开一个技能，哇，他回溯哎 ，OK 哦，他有回溯技能哦，这样的话就麻烦了，来，哎呦我天，刷你多一炮，458 ，OK， 他要来，他要上 ，OK， 他不上，来刷你，4005的话躲在这边哦 ，OK 哦，来我中那个撕裂了，来4005刷一炮，哎，谁开我撕裂？谁有撕裂的技能？来，上我这边的话，哎呦我天。OK， 撕裂不见了。4202那边的话，你像跑掉了吗？还是说他来找我了？哎呦我天，他来找我。来这边的话，刷你一炮。OK， 我们等。我有技能，这边的话，等他装点好了，然后马上转他身。哎呀，谢里登那边的话过来，来没办法，哈哈哈哈，过来了没办法，我喊支援。我们的268这边的话要来，对，等我们的268来。哎呦我天嘞，哎呦我天，刷你一炮，没刷到。警察给来加油，268这边的话没有要上，导弹谢里登的话要上了，对，导弹谢里登这边的话要上。哎呦天，他没穿，不过我中了他的那个撕裂技能，这边的话来他这一台，来这一台的话先打，开技能吗？不开，619还能再吃炮吗？应该不行了吧？对，这边的话来转身，哎呦我天，上面这个技能没按到。他们的技能没看到，我在喊支援。进攻啊，你进攻啊，我退后，你进攻，你的血那么多，天，来加油，我要喊那个什么，不是你要喊，对，这边的话来啊，他应该是要来打他们，对，他这边的话他应该是要来打他们，我们这边的话走位一下，4202这边的话过来了 ，OK， 他被带走漂亮，然后这台导弹谢里登的话，他应该是要打我。对，来转身，哎呦，来有转身了，刷你一炮，来刷你一炮被带走，是8:15啊，双重射击，连锁闪电，我要连锁闪电，我要快速射击，双重射击的话，第二次机会我们先不开，当做留点分数，我怕第二次被太快带走，18:15，我下班的话在这边，来这台268上面看到我会怕，对，上面会怕，我不要这台268了，我们这边的话来去跟我们的小伙伴打正面哦，哇，我的天哪，他竟然叫我退后哎 ，ST1T30 的话躲在这边 ，OK，ST1 的话可以打，我被亮了，然后 OK 等，那个小伙伴的话，我开一个碳化弹，然后这边的话来开一个转身，对，然后刷他一炮，500多的话往后退。OK， 等，来这边的话等183那边的话是能打到我的。OK， 躲掉了过后，他的导弹谢里登，其实我可以去打导弹谢里登啊。对，这边的话我们转场，重型坦克的话全部定点哦，定得很漂亮哦，你看哦，哈哈，锁定过后就不会动了，这什么东西？娱乐模式也要动啊。268这边的话被带走 ，OK， 漂亮，带得好。带得好，这三门好坏啊！来这边的话，他们的4202，第二次机会嘛，他4202，对，这边的话来啊，开，转身，哎，对，来转身，哎呀，我天，没打穿，100那边的话被带走了。
OK， 他的那个402没有穿我。来这边，哎呀天哪，来Summer这边的话又没穿他。他装甲是真的不错，我看他装甲是真的好。这边的话来。OK， 有560多。他又来了，你看他导弹切一分又来，哎呦天哪，很可爱。这边的话开炮要往后退了，然后他的那个420，我要稍微的压一下这两台。开撕裂吗？把我们的那个机会交出去。对，来这边的话，上面把我们的那个机会交出去。对于这边的话，来先打，哎呦漂亮，来他被带走了。100的话是完全没有那个什么了，然后这边的话 ，OK， 他的那个抓他们的那个4202，当做最后一次机会。这边的话来转他一下身，然后开他一炮，哦吼漂亮嘞。OK， 我还有机会，来这边的话再开他多一炮。哎呦，哎呀漂亮，来让我开到了600多。我们的试运这边的话是一个没有买迷彩的试运 ，OK 漂亮，来赶快跑，82滴血，哦呦天，我天连锁闪电，OK 来我第六感跟连锁闪电12-10哦，看双方这边的话，他们的4202跟那个谢里登的话都还存活哎，能赢吗？我感觉有点危险，我们打后援好了，对打后援。十次机会183 4202 OK 来12比9再喊多一次进攻，不要理他的那个谢里登跟那个4202。对这边的话把他给放掉，去抓他们前面的坦克，10比8来10比8这边的话，上面这边的话来转身，对转身，然后这边的话开你一炮，然后躲在这边，对躲起来 T30 那边的话在这个位置OK， 等去抓他的那个，去抓他的那个 T30， 183在这边了、啊，来哦，这台183先刷。OK， 哎呦天，那个4005这边的话打我。OK， 躲他一下，躲他一下。300多，哇，我天、啊，哎，他打得中我啊，他打得中 Summer 啊 ，Summer 的那个车身太斜了 ，S4 来这边的话，对，打他们的中心艇。狮子挑软的吃，哇！三本这一场的话只带走一台坦克，1249，哇！这一炮超痛的，可是他的那个4202的技能更好回溯。OK， 这就比较可惜了。来导弹这里等要开炮了，哎呦，痛，好痛！6比6能赢吗 ？S8 这边的话跟那个我们的那个帝王蟹 ，OK， 他专门抓那个。那个驱逐吃哎，感觉哎还行啊，他的话肯定有不错的效果、啊。这边的话，哎呦1400多 ，OK 来最后一炮，可以帮忙。哎呀漂亮，来开到多一炮 ，nice。不过他要被带走，对，4比3哦 ，OK。然后机会的话是5比4，加油来，哎572 ，OK 回溯。哎，这个4202的那个技能好好玩哦 ，OK 我来 Summer 今天的话早知道拍4202。我们的那个倒退哦 ，OK 哦，相比他们的技能的话，这样会比较逊色一点。S8一滴血，有奄奄一息的技能。来，4005这边的话，集火四炮，他还有一炮，对他还有一炮。我们的 S8 可以把这一炮开出来吗？来，可以。4比3，倒数的时间了，哇，打到时间到哎。对，能打到时间到。他算的时间的话，49秒、48秒 ，OK 哦。应该是正常的算法，没感觉好像很快啊，应该是我的那个幻觉。帝王蟹这边的话，为什么走这个位置？哦，他要去抓那个谢里登啊，能抓到吗？对，他能抓到吗？哦，405这边的话过来了，1400多 ，OK， nice， 来漂亮，开一个技能躲一下 ，OK， 漂亮，谢里登。21秒了，只要能再带走一台，哎呦，403，忘记他有奄奄一息。4202的话被带走 ，OK， 来4005被带走，剩下一台导弹谢里登 ，OK， 2比1，还是我们赢。哇，我天啊，这场的话打的虽然说战了打的不是很好，可是他们玩的很开心哦。来 ，OK， 时间到。哇，刚刚是谁跟战了打招呼了？我忘记了，打了5900啊。
OK 哦，没人帮忙的情况下打了5900。OK，第一场的话拿下了哦，发现三个敌人。OK，这个没关系，会亏钱吗？哎，没亏钱，来有87000哦，进我们的第二场。我今天进的那么快，一下子就按了秒进哎，一秒都不到哎。第二场的话是御空哦，大九机房，非常多人练车。捷克的 VZ51 T30 日本驱逐，然后 NX50 猎虎土龟，哇、wow, ，OK， 没有金币车，也没有收藏车，全都在练车哦。我们这边的话，来，我的对手是谁 ？TVP， 哇、wow, ，这个机动很快，121的机动不是那么的好。我跟我放在娱乐模式的话，特别的顺手。我看一下 TVP 要有过来吗？没看见 TVP， 然后这边的话 NK6 一台。TVP 跑哪去啊？没人。哦，这边有一台猎虎，来这边的话，这边有台猎虎，来刷你猎虎，然后转一下身，对，然后再开一个那个什么。哎呦，漂亮，来400多，486。183那边的话应该会要打我，对，183那边的话来。183刷一下，他还有炮对不对？对，他还有炮。OK， 他开炮了，来刷你600多。TVP 那边的话再打我，欸、TVP 很慢哎、欸，完了，来三本这边的话掉进他们的那个陷阱了，杀子弹，第六感的话不够，太早被带走了，19-21，一台两台三台，三台在我这边哦，然后我下班的话全在另外一边打，很像也被带走一次。T30 的话躲家里 ，OK， 躲家里的话没用，对我们喊进攻。哇、wow, 这边有大优势 ，OK， 这边的话是五台打三台，五台打三台的话来要上 T57，OK， 来带走。我的伤害的话增加了嘛，我刚刚加了一个什么杀子弹，对不对 ？NK6 这边的话来，他把我们的小伙伴带走，三本这边的话要上。这台的话应该是孤立无援的，对，这台是没有那个什么的。哎呦我天，来这边，来转身转身，哎呦我天，来转一下身，哦，漂亮，来，对不起，我天，哎，来进攻，没人敢进攻，哎，这边没人，他们不敢进攻。来三宝这边的话，我打600多，哇，天哪，他根本就变成那个什么那个驱逐的那个伤害了嘛。这边的话来 ，OK， 把他带走，然后我要退一下。土龟这边的话过来了，土龟标记我。来土龟标记我，这边的话要小心，标记没了，标记没了。来这边的话打打打打打他们土龟，来刷520520，三本这边的话要被带走。来我用那个转身，对，我用转身的技能，然后把他带走。后面有谁？后面有一台那个 TVP 这边的话要打我吗 ？OK， 转来转场，我们让小班进攻。猎虎那边的话冲过来了，完了，来这边的话要吃猎虎一炮，来跟你换一炮，没办法，不跟他换的话没办法。这边的话往前开 ，NK6 那边的话来刷你 NK6 一炮 ，OK， 躲他一下，再绕一下。我的第二次机会的话应该差不多要被带走了，对，我第二次机会差不多要被带走了，17-13，然后土龟的话在这边 T57 要过来，对，这边的话来 T57 打他，然后开一下技能。你看一下，他被我弄转身，来，我们再绕一下。我的分数的话还差一点点哦。OK， 如果想要最后一次机会的话，技能全开哦。这边的话要700分，400、600加100、700，对，没错。来528，还差一点点，再忍一下，最少都要有600。OK， 600的话开技能会比较好一点。这边的话，他的土龟来，哎呦，打不穿啊，这土龟上面打不穿。PVP 那边的话应该有连锁闪电嘛 ？OK， 哎呀，我天，还是打不穿。哇哦，三本这个的话来弄他转身。OK， 来有双啊！天，我开炮了，就被带走了，双重射击。好，没办法，这边的话分数很多，可是他没给我一个好的技能哦。双重射击的话嘞，勉强吧。来这边的话，12-11。哇，他们要翻盘了！来，第二场很像有点危险。第二场很像有点危险。183这边的话要过来。OK， 哎呀，天哪！上面这边的话两炮有打穿。
小班那边的话危险，然后113那边的话没有上，对113这边的话不敢上。OK， 进攻进攻，8比9打他土龟吗 ？OK， 看打他土龟能不能把他土龟带走。这边的话 ，OK， 开一个技能 ，OK， 漂亮，来土龟带走，带走他两台。183这边的话完了，来三本这边的话要被带走。OK， 1470，往后退往后退，他的那个 T57这边的话要过来了。OK， 漂亮，来183被带走，我们喊进攻。应该能赢，要稳着，稳着的话应该能赢。我们小班这边重型坦克的话，好像有一点不太想换的样子。对，不太想换的话就危险。这边的话来 ，OK， 来漂亮，来三本带走他一台。NK6，来这边的话进攻。哇，小班不敢进攻，三本也不敢，三本最后一条命啊，不是我小班不敢而已。这边的话来转一个身，对，然后开他两炮，一炮没穿。T57被带走了，然后这边的话来这台 NK6。OK， 漂亮，来把它带走，剩两台。第二场的话能赢 NX50 的话应该是还有机会哦，可是他为什么不上？两台剩四次机会，三次机会，对，他还有命哦，只是他不上而已耶。来，他不上的话，上面也不上。TVP 的话躲在这边 ，OK， 往后退。为什么？他的 NX 要复活了，对，他的 NX 要复活了。我们让小伙伴吃跑了，哇，回溯 ，OK， 漂亮。来上这个可以上来，这个可以上来。这边的话，哎呦，哎，刷你，哎，再转一下，哎呦，漂亮啊、哦！头晕哦，他应该会头晕哦。看我这样转，来，不要后退，能赢的局不要后退。OK， 哎呀，漂亮，来，剩下一台了。哇，121的这个缩圈的话，用这个双重射击，很像近距离，还蛮准的。来，三本喜欢。6比1啊，6比1，我们直接做一个牺牲打了。对，这应该不会怎样。这边的话来，还有一炮，只命中一炮。来，第二场的话打得还不错，还要退吗 ？OK， 哎呦天哪，来 ，OK， 漂亮，来再见，来不及挥手。第二场的话拿下了，哇，可以，娱乐模式哦，敢打的话都有机会啊。来，第二场的话，三本运气非常的好，打了一个16000。重生模式的话，16000应该是算不错了嘛。来，16000不错，然后而且还能赚钱，哇，赚了一个130000耶。OK， 来，不只能娱乐，还能赚钱。这边的话，小伙伴给了我一个赞吗 ？OK， 你也玩的超棒，8000多。来，进我们的第三场。不能说好久没玩重生模式哦，只能说 OK 哦，玩的那么开心的话不多啊。虽然说三本每次玩的话都很欢乐。来，第三场，有人练车吗 ？OK， 有。鼠源 ST1， 对面的话两只，我们这边的话就是 T54 跟维克斯 OK 哦，两台重型，我们这边的话两台中型。121、121118、121跟导弹谢里登，哇 ，OK， 行，他们也有121哦。这边的话，来拼看看。我要往前走吗？我觉得我往前走好了，不过我怕他那个谢里登。OK， 正常的话应该会有买装备哦，买装备的话，我的视野的话就赢不了他，所以要往前压，对，压缩他的那个视野，硬拼吗？我觉得他坦克应该已经来到这边了。没来吗 ？OK， 来，有来，转身，开一个那个什么，然后开来碳化弹。三本忘记掉了，要多玩那个碳化弹。OK， 来，有，这边的话他出来吗 ？OK， 我的撕裂这边的话已经不见了。哇，我开了两炮，他，你看他玩导弹。OK， 他好倒霉啊，这边的话没事，不要玩导弹。来刷。OK， 没打穿的话，三本要跑。对，不然我要吃他的那个导弹。这边的话来顶他，哎呦我天，没人帮忙哎，我的维克斯哎，超自然力量，幻象的话三本不要，我看一下我的点 ，OK， 哦有，我的维克斯的话在后面，他没跟我一起上啊，19比21，哇，这场的话危险了 ，T54三台，哎，还有一台 T54 哎 ，OK 哦，我们这边的话是2打3哦。哎，3打2，这边的话来加油进攻。维克斯不敢上，对，维克斯这边的话在刷分哦，很可爱，在刷分哎。
OK。哎呀，我天啊！他为什么会被带走？来，先打你了，只能先打他们121。他121那边的话，跟他的那个导弹谢里登这边的话，优势拿太多了。对，先把他们打掉。17-18，还是亏一点点哦。对，这边的话来17-17，我们去抓他的那个 OK 漂亮，再走再走再走位，再玩占领。哇，那个导弹谢里登开我撕裂。哇，我天，三门被开撕裂，不能动。不能动 ，OK， 来可以动了。往回跑吗？我觉得他121在埋伏我。我们这边的话，来三本不要上，我们去找我们的那个小伙伴。太快了 ，S7 16:15。OK，S7 在这边。183的话应该在前面的位置，然后 ST1 的话在这边。OK， 先打水，先打 ST1 嘛。来刷他的 SD1 183躲这边，来刷刷刷，哎呦我天哪，他 T57 开技能了，来他 T57 那边的话开技能了，我们要小心。 OK 漂亮 T57 OK 来把 T57 打出来，16:14，16:14，然后他的那个这一台的话在看着我，来转一下身，对，然后再开你一炮。哇，我要省我这次的机会。我天哪，他要打我，来三本这边的话浮脚不够。OK， 有，来这边的话还是让我打穿了。哇，我天哪，我没时间说话。那个 T57 这边的话很像要过来，然后这台的话要打我，对，这台的话要过来打我了。来他们这边的话 OK， 有穿 T57 来，他这一台很状况外，我们这边的话转一下他的身，再刷他多一炮，15:13。哎呦我天，吓死我了。哎呦，来连锁闪电狼袭的话是撞人哦，他们的那个13:12，他们的那个鼠源被带走了。我现在的话应该差不多要回去帮我的小伙伴了吧？对，我觉得我应该回去帮他们，帮那个中青星啊。导弹谢里登在这边，哎 ，OK， 转上去，先转上去。他的那个撕裂很恐怖哦，这边的话来，还有再见，哈哈，再见，来不及挥手。重型那边的话，我觉得我下半重型那边的话应该是 OK 了，11:19。信05这边的话完全就是，哎呀我天哪，那个满弹夹满血，被他们的那个白兔带走。OK 哦，哇，这很糟糕哎，来这边，来这个跟他转一下身，对，转他一下身，然后往后退。前面两台我们不要上 ，OK 漂亮，来。T57被带走，维克斯那边的话要跑，然后121的话在这边，我们去抓他们的那个121。我有那个撞人的技能，对，这边的话撞他，来撞你，哦，哎呦我天啊，撞了一个寂寞，这边的话根本撞不痛，来刷 ，OK， 哎呦我天，痛，来这边的话顶他 ，OK， 可以来，他被带走了，然后上面的话导弹谢里登跑去这边了。121被带走 ，OK， 三本这边的话拉距离打，转他一下身，然后开他一炮，哇哦，赶快跑，来再跑，能赢的不要输哦，六次机会，1、2、3、4、5、6，基本上蛮多台剩一次机会的 ，OK， 漂亮，然后导弹谢里登这边的话来再刷你多一炮，没刷到，百兔那边的话要打我 ，OK， 跑，来赶快跑。赶快跑，然后他的导弹谢里登这边的话也要来抓我，7:5，最后一次机会了，不要被他们抓到，我喊支援，哎呦天啊，他硬要来打我，来这边的话刷你 ，OK， 他没穿，来转他一下身，我天哪，哇5:5了，完了，这场要输，这个撕裂好恐怖哦，我们的小伙伴
维克斯跟268，维克斯跟268的话躲起来了 ，OK， 躲起来没办法，我这边的话要跑。OK， 来有这炮有打到，百兔那边的话过来了，完。啊，还是输了哎！六八来，六八加油，赶快上！来，大哥，三次机会哦，哎，268还有一次机会，他能翻吗？来，三本这边的话，刚刚是没有等到他来哦。OK， 吃炮中撕裂，不能动，不要动。对，他们都开炮了，不要动。哇，我天 ，OK， 哎呀，来维克斯没了，来我们的268。只能靠他了，要打五条哎，他两次机会的话要打五条的话应该是不太可能，来第三场还是输了。OK， 四条，他一个人两条，对，他还是有小小的机会能翻啊。OK， 来，他翻的机会又更大了。团队不打的话只能打翻盘了，来你加油。OK， 漂亮，来三。导弹蟹在这边的话要来，转身，哦，他没得转，白兔在他前面，他没得转，一分钟，哇，这场也是打到时间要到哎，他最后一次机会，他会买什么技能？连锁闪电吗？我看到连锁闪电的话，他有很大的机会能翻盘。他们有压家里吗？重点是他们有没有压家里。现在的话，我们的六八的话，只要能躲到他们的炮，就有机会取胜。他们三台的话是都没有那个，都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只是我们268这边的话，也是最后一次机会哦。有加伤害，有那个幸运，有闪电，然后 OK 都有。他不上 OK 啊，他全程躲比较多啊。SD one，OK， 哎呀，漂亮！哇、wow, 哦 ，nice！ 来连锁闪电这边的话，不止带走 ST One 哦，还把他们的那个百兔一起带走了。现在的话变成一个1-1。哇，我天哪，能不能赢？九秒钟，不要跟我说打平局哦。我跟你讲，重生模式打平局其实还蛮少见的哦。nice， 来这边的话打了一个平局。他刚刚如果更积极一点，我们这场好像会赢哦。我不确定啊，来我们这边的话来看一下，第三场的话打了8400多，268这边的话打了一个第一名啊，OK 啊，好，来还是给你一个赞啊，你最后那一炮真的非常的漂亮，发现两个敌人不住零，打了8400哦，一个平局场哦，平局场的话来没亏钱45000 ，OK， 没亏钱的话都好，这边的话赢了一场5000，然后16000。OK， 16000，第三场的话打了一个平手，来进我们的 ending 场。今天跟小伙伴们玩，我跟你讲，10:30更新过后有碳化弹的121哦，哎，这台的话值不值得研发？你如果说其他类型啊，三本这边的话是非常推荐121的话，我跟你讲，可以再想想研发的话是肯定可以，不过重型坦克的选择的话太多了。如果是单单说你要玩大口径，然后以中型为目标的话，121确实是不二人选哦，没有人比他的那个口径更大了。不过这边的话来，三本还是推荐啊，如果你喜欢先研发日本的 STB 或者是150的话，都会比121来得好。 ending 场的话大师机房， OK， 大师机房这边的话就要看情况了，对面这台的话是一般版本的谢里灯哦，很像没人帮忙，对，这台蟹里灯的话没人帮忙，对，来三本这边的话先打你，开一个那个碳化弹 ，OK， 他要跑，我还能再来一炮，对，然后121这边的话要打我，哇，我天哪，他没买修理包，有，他有买修理包，他只是中了那个撕裂而已，来 ending 场能赢吗？暴衣这边的话先打暴衣了，对，来先打你暴衣了，哎呦，导弹蟹里灯都不见了。我们这边的话都是那个普通的，我看有普通谢里灯哦。S4 这边的话来150N，我们让150N上。这个位置的话，三本要卡下来。哎呦天哪，他暴衣跑了。然后这边的话，他导弹谢里灯，转身，哎呦我天哪，转身。哎，这个技能好难按哦，我调到太低了。来，他开炮了，这边的话优先把他带走，他应该是要跑。对了，他应该是要跑。OK， 他又一炮没穿，他跑，OK， 他中撕裂。哎呦我天啊，直接跑没了。
Nice， 来我们这边的话还没有扣到半次机会哦。感觉 ending 场的话 ，OK， 来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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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没扣，现在扣了。导弹蟹蚁人的话应该是分数不多啊，那么快就进第三次机会了，比Summer还要快哦。我有被亮吗 ？OK， 来，他完了，他完了，他没往回家跑，对，他没往他家里跑，哎呀，完蛋了，这边的话刷你，转身，对，漂亮。哪一只来？他一开场的话就被带走，然后鲍鱼这边的话要跑，来随便开，他肯定是往上跑。哎呦，没有哎，他没往上跑，他往旁边跑。来这边的话，上面遇到一台那个重型哦。OK， 完了，来上面这边的话要被带走。他们反应过来了，反应过来来打我了。OK， 我们用双重射击，第二次机会， 16-16 哦。我下班另外一边的话打不赢吗？16-16，我们的机会这边的话来扫掉了。OK， 进攻进攻，我们让小班上。中型那边的话拖太久了，中型拖太久了。来这台这台，哇，打他打不穿。OK， 把他放掉。我们这边的话去我们的小班的位置，16-15 ，T7 可以优先带走。再喊多一次进攻，我们这边的话来，这台 T7 的那个技能的话跟 Summer 是一样的，对，哎呦我天哪，他被带走了。然后鲍鱼这边的话来刷他们的鲍鱼，转他一下身，然后开一个那个双重射击 ，OK， 开完技能他又跑，我们再喊多一次进攻，他应该是往回家跑啊，我又猜错了吗？来，我们来看他是不是往回家跑 ，OK， 对，他往回家跑。这边的话我们等他上来，他会想要上来，因为这边的话有人打嘛，对，这边的话有人打，我们让小班进攻，14-13，先抓掉他的那个，先抓掉他的鲍鱼。 OK， 行啊，鲍鱼这边的话怎么回事，然后100， OK， 打他100没穿，来贴贴贴贴贴 Summer 这边的话要做一个那个牺牲打，对，这边的话要做一个牺牲打，直接刷他哦。OK， 我们这边的话喊进攻。哇，这台一板打得好痛。开开开，来这边的话贴贴贴，全程贴这台。哎呀，我天，来 Summer 这边的话给他，他开了我一个技能。来，我们这边的话，哎呦，被带走。连锁闪电狼袭，11-12。哇 ，Ending 场要输。两胜一平局 ，ending 场可能真的要输了。来，加油 ！T 七啊 ，T 七好强。OK， 10-12，喊进攻。S4 这边的话满血，19，哎呦漂亮！来 T 七被爆了弹药架 ，nice！ 来 Summer 这边的话要玩一点那个小伎俩，先躲先躲。100这边的话没血了，刚刚硬打他们的那个100，把他们打没血，9-9这边的话来 ，OK 漂亮，小班被带走 ，OK 7-9，然后150人这边的话来出去，哎呀我天，来不要卡这个位置，哎呦完了，哇，我天啊，来随便打，这边的话没办法了。鲍鱼那边的话在躲我们哦，然后他的百兔这边的话要上来，先等刷他的百兔。OK， 百兔这边的话没人敢上，然后他小班这边的话 OK， 来刷，先刷他们的 NK6， 这边的话喊进攻。OK， 漂亮 ，OK 漂亮，来这边的话带走两台，他们的 T11015 的话是挂机了，是不是？对哦，他的那个 T11015 的话是挂机。这边的话来150人要退，对，150人先退，然后他们这边的话 OK， 他的这一台我打不到。OK， 漂亮，来赢人，来能赢，哎呦我天，来好痛，这边的话先把他们的这一台带走，对，先把他们的这一台带走，他们的那个 T2015 的话是在挂机哦。OK， 我没意外的话是在挂机，来这边的话先打三台四条命。OK， 他们这边的话要跑。加油，靠你们了！重型坦克那边的话 ，100 跟 S4 那边的话要再积极一点。哇哦，痛！哎，连锁闪电好痛。
走远点，走远点，不要被他那个闪电电到。五比四，五比四，能赢能赢，来，我们先走，我们先走，不要减员。T 幺二零一五挂机，他们这一场的话 ，OK 哦，如果 T 幺二零一五没挂机的话，是我们输哦，他们很肯定哦，哪怕是他们的那个导弹谢里登开场就被带走、哦。这边的话来两台 T 幺二零一五挂机。OK， 小班开炮，我们来打他们这台，要不要来捡一个便宜？这边的话刷他 ，OK， 一百被带走 ，T 幺二零一五两条命哦。OK 哦，他开场的话就进入挂机的状态了，来这边的话很可惜，我们捡了一个便宜哦。OK， 我来捡了这一台 T 幺二零一五三次机会，他们开场就是十八了，我们开场是二十一哦，不算这台 T 幺二零一五哦。四比一，四比一，有惊有惊无险的拿下了 ，OK， 被亮了。哎呦我天啊，你留这个角度给我，OK， 来呵呵，还是打得到。哎，林场哦，来我们的沙漠之舟高清化的地图，然后配上一台碳化弹的幺二幺。哎，林场的话打了一个9910 ，OK， 第一名。你看到、哦、他那个一五。2000多场的新手，然后来娱乐模式挂机。OK， 这场的话，他们赚了98000。今天的话，跟小伙伴们玩我们的重生模式。OK， 我用的是更新过后的121。现在的话，这台121的话已经有了碳化弹了。喜欢的小伙伴 ，OK， 我能研发，不过不是，他们不是非常的推荐啊。这边的话，赢了3场，15000、16000，然后平手8400 ，ending 场的话9900。希望小伙伴们看开心，也祝大家游戏愉快。这边的话，记得帮他们点一个赞。大家点赞是上面制作影片的动力，这边感谢大家。下一期呢，一样还有其他坦克的影片。那我们今天先这样咯，下一期见，大家拜拜。